谢谢你们，掌声，掌声给到特别组。那么冰冰呢？是一位家庭主妇，可是我这个家庭主妇呢，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，就是我当义工。那我当义工去哪里呢？我去老人院。去老人院做什么？你们可以猜到我去老人院做什么吗？有没有人猜到？我去老人院唱歌。那么唱歌对老人家来讲有什么帮助呢？刚才我们在唱歌说你们快乐吗？快乐，快乐，对吧？你知道吗？老人院的老人家他们也应当要这一份的快乐。他们住有的住，他们吃有的吃，他们有要有人照顾，已经有人照顾了。可是这一种的欢乐，这种快乐呢，就必须要有人带给他们了。所以呢，我在老人院里面呢，时常会唱一些老歌来给长辈们听，给他们快乐。其中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《南屏晚钟》送给你们，谢谢你的掌声。我乘坐的在森林中，森林就是。